大家好，我叫张月，来自吉林松原，我今年23岁，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爱笑的小仙女，来找那个霸道的你。给你王大爷解释解释啥叫团宠。你先别解释这个，你告诉王大的，王大的坐这儿是 C 位吗？是侧位。导演组就蒙骗了我这么多年。那啥叫团宠呢？团宠就是家里人都宠着，然后就是用我老姑的话，就是我要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爸不能给我摘那个月亮。哎呀，是不是家里人的心头肉啊？组团宠啊，团宠啊。好，接下来选意中人。好，来看一下月月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